迎回家，子然。今天一整天工作也辛苦了吧？辛苦你了。洗澡的水已经给你放好了，还是你想先吃饭呢？啊，先吃饭吗？好啊，那就请主人先去洗个手嘛，就可以吃饭了。不行不行，想要什么跟我说就好了，不准开冰箱，不行。那个是巧克力啦，照着网上的食谱说，要先把巧克力融掉，然后倒进模具里，它就会形成了。于是啊，我就把它放在煤气上面慢慢融掉，结果融着融着，它好像就黑掉了。所以用好之后，我才发现到，原来它不能直接放在火上面融掉。不过啊，因为主人你平时都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所谓的黑巧克力。我光尝试过了一个一点都不甜、超苦的，所以主人你可以放心的吃哦。不能吃吗？黑巧克力不是这样做的哦，原来它是糊掉了。对不起主人，我想说今天是情人节，就想像其他的女生一样做巧克力送给我喜欢的人。不过既然我搞砸了，主人还是一样爱偏爱的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主人，那祝你情人节快乐。